买了好久的淘气快乐奶，哎，我之前一直以为叫淘逸快乐奶，然后这两个我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买的，看一下吧。听说现在有更便宜的了，哇，这个是草莓的味道。真的很奶、很滑、很水的手感，会有一点点留痕。这个香味还行，可以接受。当然，这个浓度要是换成洗发水我就不行，它是草莓我就可以。白色的，没事。这个好像大份的会比较慌一点。哦，忘记闻白色是什么味道了。啊，夏天玩这个真的好开心，它会流一点胶，但是也可以粘回来。它流淌的太快了，我都害怕。我发现我这样子打泡泡会容易一点，好神奇，就是这样，感觉白色就都被粉色吃掉了。泡泡是挺薄的那种，之前好像在哪里刷到别的视频，大家都在说有很多很多那个杂质什么的，我这个就还挺好的。这好像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么便宜，可以的。不过你们桌子小的话，不要混两份，手忙脚乱的，这样扯起来也还好，不容易断。然后我有一个空气清新剂，我想放进去试一下，它反正没什么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。啊，香死了！我想看一下它还会不会吸水，哇，怎么这么香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适合不适合，这个里面好像不只是水宝宝这么简单。嗯，哎呦，太香了，我的妈呀，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，救命啊！我现在不敢动它，我再装回去吧。不行，闻到这个味道，我老想打嗝。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样子试，也不该摊在桌子上夹。本来很好玩的，愣是被我玩翻车了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要出去透透气。